我那头找了一阵子又变成孙子。然后跟大家这样子，就是就把这个经历跟大家讲的，其他人讲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很惊讶，真的，哎，真的反而刁难哈、哦。如果是到像旅行社到讲的，反而这么容易哈、哦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录音哈、哦、再打开。他现在咱们前段子因为他缺乏这个得了安那个大，他用过的没事呢，交警修的咱们两个突然说吧，一样用过的，全部修的干了嘛用过的，因为缺乏这个我呢，从头到尾得了要什么修的学员没有嘛的，当多五组咱们的结果了嘛都，我当然全部先人家穷了说，他交警先人家开不上了，当然交警先如果是那缺乏修的学员嘛的，就是缺乏你们的同步的单，嘛的去了吧，每个朋友当然得了吧，嗯。但是一个学佛者来讲的话，我们可以只看现前的利益，就是说，哎。我反而这个我真的就是哎，如果说真实语的话，反而我有这么多刁难；如果我们造假的话，反而更容易达到目的哈、哦。我们就去造假，我们不应该这样子。如果我们是一个学佛者来讲的话哈、哦，我们应该还是什么呢？我们应该减少自己所有的恶业。刚刚所讲的这个恶业，我们都应该减少，不应该只看现前的这个利益。好吧，我读起来的。但这么爱的人呢，毕竟好过的，就让这你们经常较真、阿切，但这个做较真些个都得呢。他别说说，之前那说说同志还来个了啊！你读到这个，这个蒙古些啥啥啥东西？嗯，所以哈、哦，如果真的有发展这个应用程式的话哈，你们可以就是记录一下你们每天讲多少的妄语，讲了多少的恶语、两舌，然后还有疑语哦这些。啊，然后你们就会发现，一个礼拜里面就会发现啊，原来我做了造了这么多的恶业。嗯，你记得了吗？嗯，我呀。嗯，我都去。但其实呢，他每个我去哪里，他不得了，哪个每个我写了我尊长毛厕所哪天，他开车学我做这个尊的半毛是芒果用过的，哪天半毛是芒果用过的，都我第一年第一年少少钱不到。嗯，所以哈，在雨的，我们说生雨意嘛，雨的恶业呢有分四种，一个就是妄语、两舌、恶语，跟一个就是疑语。那我们就是通常会违犯什么呢？违犯这个妄语、那个疑语这两种是比较容易违犯的。什么？怎么怎么清楚？那么久的久了，这些尊重的程度，每个国家就写的上罢了。Exciting many exciting 有这么多钱还是多啊？真的吗？所以 exciting 都有嘛的？那么久钱还是多啊？这些尊重蛮多程度，人家有的程度，人家写不蛮大，他写不蛮多。那有时候呢，我们的表现、身体的表现、表情哈、哦，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就是造了这个妄语的这个恶业哈、哦。那就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就可能就是你就讲一个话，就说真的吗？好像哦，好有好兴奋，好像明明心里没有，好像真的吗？这样子很兴奋的样子哈、哦。那可能哈、哦、也会，其实自己就是这样子想，但是表情做出来，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妄语哈、哦，但是我就没办法百分之百确定，是吧？感觉你。通过有嘛罗，上路对当，跑了那么久的天呢？上路难道 exciting 有嘛的？把 exciting 所以就过了呀，跑个几只星期都搞不起来，就睡过了吧？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想的跟自己表现的不一样啊。你明明没有很我们说很激动，然后你表现的很激动，或者是为了使对方开心，或者是去奉承对方，就这样子做的时候，你心里没有这样想的时候，也变成是一个妄语了，是吧？其实生他顶住，他就转他阿里的车，就当转了松松的，另外一松给转有的，如果转有他就有的，就通顺完个都嘛通了，通顺上了，我有那转的，转是等哪个转到过嘛了吧？他的电脑松了，等哪个转就松了。一般来说哈，妄语的话哈，其实有分身与意的妄语。那当你就是说你看到吗？你没有看到的时候，你就说就点头的话，其实也算是。我们说生的妄语，那所以哈、哦，妄语的话不应该是语的妄语哈、哦，生语义里面的语的妄语，但是在经典里面呢，主要讲到就是语的部分啊。但是其实妄语的部分有分三种，就是生语义的妄语，是吧？对不起，但老伯都等你唱的阿切学了吧？阿切的说全部的，开始跟着芒果写，等你过了芒果了，芒果就写，怕给这个都到这个嘛，都卷卷芒果就写读不了吧？我得说，嗯。另外就是疑语哈，疑语的话，
就是那本明明很不需要的，就讲这个讲那个，就是讲太多，或者是哎，反正很就是明明不需要，就是讲很多没有意义的话，这个就是疑虑，对吧？这段哪节的？他这段都没给我的全句来的，那头句他每次唱了半毛出来当个了，他哪节的？在这么多恶业里面，其实疑语他的恶，就是我们说他的就是当然我们就说他的恶业算是比较小的，但是呢，有个问题就是说哈，我们会经常的违犯，然后呢，我们会因为这个疑语哈，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。他听上外界的时候的话，加的话 ，Internet 那他打包个 WhatsApp， 他有的 Online 那对面个一个某处的，就是话你看了生意多么多，就怕你接的啊，就看了的当我们忙着做，但是怕的就是外界个差不多的，就他妈当个有了，嗯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的疑虑是什么呢？就是用这个很多的聊天的这个程式哈，就像Line 啊、WeChat 啊这些微信啊这些聊天的程式。可能就是哎，讲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，然后吃饭的时候还拍张照啊，拍过去之后传过去之后，对方又说哇，你吃这么好啊，怎么讲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？好吧，这我们全部这个十三节我们马上对了吧？啊，马上这个敲到了，如果大家都就是长风水路了吧，过对面了吧，大家就嗯。这个都是什么？这件事其实在疑语的范围里面哈，疑语范围里面范畴里面，因为根本是不需要的，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你LINE的 computer 哪里有啊？那常说不是LINE的 message 哪里 ？message LINE 里面都收到，你 computer 哪有看见？因为某些也有用 LINE， 但是某些是用 LINE 哈，都是在哪里呢？都是在这个就是电脑里哈。然后某就是很多人就说，哎，怎么传讯息给某些人，某些都没有回哈？某些就说，电脑关掉的话就没办法回了。现在呢，这种可以是呢，牙签给吃多了多少年个都，那得可以是呢，牛毛皮皮旧了吧？得牛毛皮皮旧切，那扒个切切，那他都三家接不上的切，那扒几家切扒，啊，那扒呢，哦，他就切不了，下这么多切，扒个了，哦，他切不了，面都哐啷哐啷的，但得牛毛都是见过了吧？三哦。然后其实哈，像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我们互相这样聊天，其实有很大的部分也是变成是在。疑语的范围里面，为什么这些都是增长我们的烦恼啊？比如我们到现在很累的地方，拍一张照传给对方明明就是没有什么，就是哎，你要奉承这个传照片的人，就说你那个地方很不错哦，这样子哦。讲了之后呢，看到信息的人呢，又觉得自己啊，来到哎。因为来到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哎，自己烦恼就是自己那个贪着啊，贪着的心又越来越强烈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疑语嘛，疑语主要就是使讲这些没有意义的话，使我们的烦恼增长啊。黑山现在那个南苏会那个那个日子的话，日子咋个清吧？日子咋不得？日子啊，那他有个东北的，就等于这个山说，马跑不着，就得等你吃吧，打不上，吃不白熟熟，吃不白弄熟熟不休息好。不学什么弄起人弄了哇，他那的你们都就学什么学，打不上嘛，吃不掉，打嘛就多多几个了哇，那工作了嘛，打把人家不来，把人家他外边有了嘛，外边那当过来，他真的是做的。然后呢，就是在这个蒙古的时候呢，人们就去一个，就是他们说有圣，就是朝圣有个圣地哈，这个一个山上面哈，然后山上面呢，他们就一般人们就念诵这个经文。念完经文就祈求完之后呢，就回来下山的时候呢，哦，就下很大的雨。这个不是光是下雨哦，那个风也很大哦，因为在山上嘛，很空旷。然后那个风加上这个沙子哦，打得也蛮痛的。然后呢，过去就说好，快快快，你们快拍照哈、哦。然后因为他们有一个城市叫 Viber， 然后你们就把这些照片传去 Viber 给大家看。那么，你呀。街上个电影都上不了，阿里电影的。街上个在顶上街上，俺妈那伢几个都是都收了单个了吧？电影都伢几个把每个我叫的朋友都送了。俺妈他 internet 他忙不着嘛了吧？他都是叫我叫他 internet 里头 line 的 whatsapp 的，他忙不着了，这个他伢几个吃多少年个就是他说忙不着的接下去的嘛，给他发些做些，俺 message 就小路的嘛，帮他接接。那所以哈，以前的话，就是互相的讲没有意义的话的话，我们才这个叫做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疑语嘛。那现在社会就是也发达，然后我们有很多这样子的应用的聊天的程式哈，
这个也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，也增长了我们的烦恼啊，就是不停的在互相的传这个讯息哦，也浪费了我们很多时间，增长烦恼。这个其实也是什么呢？也是在这个疑语的范畴里。